大家都有好好洗手吗？我们的手经常会在不经意间接触到被细菌污染的表面。正确洗手，用舒肤佳六步洗手法一起长效抑菌吧。记得洗够一首生日歌的时间哦。关注希望小学学生们的健康卫生教育，让孩子们在生活的课堂中健康成长。